三日，杨幂出席国外某活动后回国现身机场，打扮清新，养眼十足，气场十足，身穿米色的宽松露肩装，搭配亮眼的绿色短裙，显露大长腿，加上亮亮的银色高跟短靴以及白色鸭舌帽和随意长发，戴着墨镜，背着休闲白包，随意又青春活力十足，手机不离身，还时而坐在行李箱上打电话，笑容满面，赐予家里人保平安。网友粉丝们为此纷纷围观留言道：“你最美，爱你一年。”表白杨幂，